没事。傅总，来找我姐啊？刚好路过。怎么？没事，不用刻意解释，都懂。哎呀，但是很不巧啊，这个我姐她出去约会了。叶雨希，你知道吧？就是那个很有名的小鲜肉，哎，粉丝特别多，人气特别高，特别受人喜欢的小鲜肉叶雨希。哎，谢谢啊！现在的小明星，真是为了热度不择手段，居然叫我们来偷拍。哎，小点声，别乱说话。傅总，傅总，都准备好了吧？傅总。樊木家居所有相关的法律资料我都准备好了，这么郑重其事是要见谁吗？宜居家居的盛总。宜居家居粉丝众多，忠诚度高，你是想以此为中心建立新的商圈？没错。盛总对合作伙伴的首要要求就是守时，你提早半个小时就到了，看来真的很重视这次合作。对了，你再帮我调查一个人。好的，是谁？叶雨希，客户叶雨希，他跟这次合作是有什么关系吗？没有关系，他也不是我的客户。傅总，你这还是第一次让我调查客户以外的人啊。明白。对了，送你个礼物。最新限量款包包，你怎么买到的？不是买的，是品牌方送的。我前思后想，觉得我前段时间的行为太过分了，这个呢就当是一个小礼物吧。你送的礼物太贵重了。这样吧，我把钱转给你，要不然这包我背得不安心。我长这么大送礼物头一次还要收钱的。无功不受禄，给钱不是应该的吗？来吧。行。没事。你别动，有人在偷拍。谁呀？这人全挡住了。走。哎，怎么走了？你们拍到了吗？